的正度是多少？一。一，好，那你可以把两片贴在小腿上，小腿和大腿上。好，那另外两片我们就帮你贴在那个颈部、肩膀的部分。这边要再打开一点。这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左肩，有锤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按摩，有锤的感觉。我感觉到它有在垂，有很舒服吗？舒服的都睡着了吗？还不错哈。我听到他锤的声音。